陸的替翼請準備，白斬刀請準備，陳嘉順。
一发招牌马车，参加陈师傅的小徐之拳，雷满山车队，郑洁美太极班，郑洁太极刀准备，吕仲堂佛山鸟后打拳准备，陈锦辉师傅准备。多谢陈家祥啊，系佢哋嘅大师兄啊，亦都系好多比赛中咧系获奖无数嘅。咁啊，而家咧就系表演嘅系玉环大刀。百马之力，李文俊的玉环刀。多谢李文俊师傅，吕仲堂师傅。表演项目是佛架脚扣打拳 ，Charlie Pastel by Master Lu。请郑式太极剑准备，请邵志玲嘅连环剑准备，张荣师傅嘅杨式太极剑请准备。
驚大澳幣，石劍尾太極北。直角尾太極班的项目是正式太極拳、太極刀。
有心。
班是陈文德师傅。多谢陈文德师傅，现在有请一个是集体表演。Oh,
山几曲唱，红尘总是何年，文章写不尽，悠悠沧桑事，悲欢岁月尽。多謝楊玉珍師傅的五郎大腳骨。好了，現在就是大師傅中 Crossstyle by Master Chen 陳天正師傅的應酒應酒打翻酒看看這個應酒的折拳
一樣即刻嘅拳，多謝張榮師傅，好睇。